各位观众好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在延续前面的东西往下走。上次我讲到，我们很多属于虫树类，比如草啦，这个什么什么很多很多一丛这种，是我们就会运用到了兰花的结构。好，那今天我来示范。画水仙花，可是我的结构是怎么样把它很简化，变成了兰花的结构，变成水仙花，啊，这个我们来试，因为你要用这个最简单的东西来做一个复杂变化，你就会有所依据，你心里面不会害怕，啊，我们先试试看，啊，OK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画水仙，水仙呢？它是绿色，而且多半在过年开春的时候呢，家家都喜欢弄一个水仙花。水仙花是一个吉祥物啊，因为它有注意，非常要注意哈。很多画家我看到他们的水仙花画成五瓣，因为六瓣呢不好挤，五瓣比较好画，所以他们画成了梅花形式的五瓣啊。在这个植物界里面非常奇怪，它。一当一圈的时候，一个花瓣它只有到达五，它可以结起来。当它只要多了一片的时候，到六的时候，它就要变成三与三，三前三后三两层，它会达到六。如果单瓣呢，它可以五，所以它的总数，全自然界你发觉很多事情都相同的啊，包括叶子也是三，它两个三它变成六，那一圈呢可以到五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。那我们来看啊，调色很重要。它基本上呢会，然后我们常常会用到石绿，哎，就我讲，我它没有这个，就石青石绿啊，这个会用到石绿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调一点，我想要润，石绿为主；我们想润一点，就调黄就比较润了。那我们想调重一点的时候呢，哎，你就调点。花青蓝，哎，它就变比较重了啊。我们什么方法呢？它很多是用双钩，因为它的叶片不像兰花那么窄了，它比较长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来架构这个一个构图上来用呢？好，我们现在你看啊，先弄，把兰花口诀，哎呦，弄起来啊。这样回来，一长那么胖。二短，三交凤眼一样，从它下面，三交凤眼，四笔破凤眼，五笔破凤眼也可以从这出去，或者你看啊，这是补笔，也可以从这里出来，破凤眼，你看这不架构出来了吗？好，补笔。啊，那这个呢是属于水墨，那一般我们画人很喜欢，它这样也可以完成的啊，这墨骨的。那我们常会喜欢用再加点线条来帮助它。好，那么你来看两类，你要这样停就直接画也没问题。那我们来多一个方式，就是再用墨来帮助它勾。啊，这个方法呢，这个我先画这个，再先设。后墨，那么是我被求就省时间比较快。好，这时候我用墨啊，我用墨，不要完全太死，就大概就算中偏黑一点点啊，远的那种淡，近的那种，你看啊，差不多中性的墨，中等墨啊，刮干，然后注意到哈，哪个在前先深，你看啊，这样轻到重。轻、重到轻啊，先画的画，后画的让啊，这样让啊出来，哇，这样看出来，你看刚一片，我可以在这里做了一个翻折勾。重，
到轻，它让要让啊，轻到重，顺手，顺手画，啊，先画的就画了，后画的让开，啊，重到轻，这就是丁头属未苗，它头要比较大，丁头属未苗呢，头比较大，弄去，头呢比较大。你看这样他就会去把它围起来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下面画画画花，画花，注意到啊，花的时候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中心要非常的黑啊，我们的心很黑，画得很啊，用的浓墨浓墨。那怎么画呢？我们想办法，它中间有一个蕊，有点曲度，所以说因此呢我们把它画成 W，所以点两点，它心围起来，给它勾一下，啊，一它是一个小碗一样的出来啊，你看，这样 W 两点围起来，啊，侧一点围起来，啊，那比如说这哎呦被挡到了在这里，啊，我们要集中分散，有的多一点，有的少一点，好。这心完以后，我们把我们的笔变干一点，淡一点，淡一点啊，不要太浓，把去掉啊，干一点。那我们要看我们手，这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白盘子上或者在纸上面去试，就知道我现在的墨色是多少啊。因为心要浓，旁边是娇柔的花瓣，那么就要变得比较淡啊。像重叠你也不要怕，那么怎么画？不要一直连续画，注意到，你看，三角形一二三，我要画六片，必须先画三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先画三，三完了以后，再在夹缝里面去完成第二个三，完成第二个三，这样时候这个六才放得进去。啊，先山后山才放进去。如果说你一直连续像梅花一样的话，你进不去了，进不去了。好，不要怕它重来，这里一、二、三，被挡就挡了，不要怕。一、二、三，这边小不要紧，它是下面的。三，啊，这里不要担心，一、二、三。没有就没有了，挡就挡吧，一、二、三在这里，那么这个会露出来的，那个被挡到了，所以你也不用怕，你心里面默写一、二、三，哦，在这里有，啊，这里有，这里有一个，好，这个，啊，该它出来它就出来，该它不要出来就不要出来，好，那这就是花，也不要把它重叠，那么这时候呢，你临危不乱。啊，你只要把先三角形分布，然后再在它夹缝里面再画三，它就没有问题了。那么它也有很多的，它是那个半开的，是这个样子，前面花，下面有个圆的，哎，这样出来。啊，这是它的它那种还没有开的半开半的蕊，啊，这样出来，这样出来。好，它每一个茎呢有一根出来，回到了一个。这个都回到这个地方去，从这边开始延伸出去，出去，然后出来了。在出来的时候呢，它这里有一个翻折的销，当初包住它的销会在这个位置上面出来啊。你看会变这样子啊。那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帮助它染点色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我们它的心。它的花心黄色光黄没有变，黄色前面加一点咖啡或者加点橘红都可以，让它黄有两个色下去啊，它比较显眼，点下去啊，不要涂它后面黄，前面带点橘红或者咖啡，这样点下去，你看这个时候它就
显出来了，它就会显出来了。那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再去表达它花呢？这个时候它是很浅浅，非常刚才我们颜色黄带绿啊，黄稍微带一点点的绿，黄绿黄绿的色啊，黄绿黄绿的色，浅浅的啊，打在靠心的部分啊，靠心的部分，因为它从心里面发出来比较阴暗，那出来你看这出心，心的地方出来，这样，这样。啊，那这个劲呢，就把它跟着走一遍，跟着走一遍啊，这是它的这个劲，你看，啊，这个主要是，它花要六要三与三，你才能成气候。这个东西看起来，如果说今天不讲它是兰花当初的口诀出来的时候，你也搞不清楚。一长二短三交凤眼，四笔五笔破凤眼，补笔完了，你看不是刚刚一样花吗？所以一样东西可以用很多连环方法来帮助它运用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画起来，因为它是白的，它很白，那么白的很显眼。这时候我们用白色啊，白色颜料啊，不要死涂。不要把它涂得很僵啊，很僵。我们只要很简单，把它笔啊，这水啊，刮干，头上蘸个白粉，蘸一蘸，晕，蘸一蘸，啊，这白粉，只要不要涂死它哈，不要涂它，只要沾到油了，点，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它自然会出现的，这个跟刚才的这个淡淡的绿会融合起来，产生的一个光线在照到的花的那种感觉出来了啊，这样点下去，它自然就跑出来了啊。我们如果画工笔画，然后它涂很满，会死掉，就太呆板了一点啊。我们写意画啊，就是比较活一点，活动比较活动一点啊，比较活一点啊。你看，就这样来表达。那么这里一片帮着削呢，我们会略微带一点咖啡啊，一点绿，带点咖啡来表达啊。它会这个削的颜色是咖啡色的啊，这样表达。你看，这样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表现它，又有一种，如果光是画它不生根，下面就会画一个根球，一个球茎会出来。那现在来讲的话，我们用另外我们来表现一下哈。好，哦，因为它是绿色，所以说冷色。那我就弄一个稍微热色的啊，来表现。那我这咖啡呢，后面是淡淡的啊，前面呢比较深点咖啡啊，深点咖啡，这样打打的啊，所以你们它一下有两色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，你看，很简单哈，回起来。拉侧风，拉往回风。啊，这样拉，躺笔啊，上面深，下面浅。注意到，哎，这回来，啊，下面呢再来深，深到浅，浅完以后呢再来个深，这个下面深再来，啊，你看。我们画器物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啊，就利用这个水，一笔就给它出来了。那么，那一样，比如这个呢是色在勾，你不要勾，它也可以成。如果像这个颜色一样，我们也可以趁半干半湿的时候，我们出去很怕它会阴，比如像这边会阴掉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。
我们水墨水墨就有时候就是让那种墨晕染的那种趣味出来，有时候它反而它有它的趣味出来啊，我们可以这样嘛。那如果说哎都处理得很好，那没关系。那如果说哎看哪点偏差了，我们用就是胖啦瘦啦，我们可以用帮助他一下，你看帮他一下，嗯，帮助他一下。我们画的时候不要怕阴，不要怕阴，水墨水墨水和墨，水墨交融，它会出现更美的趣味，更美的趣味。你看这样，好，那在这边空了，有的人在里面画的小石子啊，水里面石子，有的呢就是在里面点，我们随便有什么色啦啊，综合一些色或墨啊，把笔打打打打打打干。打它干了，嗯，然后压扁，扎扎扎扎的，嗯，啊，把这个把布一下，啊，你看，那么。这样就是一张完整的水仙花。那如果说今天你想要复杂一点，画两重，不要怕，另外一重要比较淡，在旁边一长二短，三焦凤眼，四笔五笔破凤眼，这盘变大一点，又是比较复杂的一张画啊。所以说我们学画了就是简单的，然后能够举一反三啊，他就很容易去完成你画。这样的话我们画画呢就没有挫折感啊，大家画画的时候常常会哎呀我画不好是吧，不要怕，多试啊，静下来，而且从简开始，一开始不要画很复杂的东西啊，这样自然呢就会逐渐就会往上走了啊。注意到器皿这个不要太重啊，但是勾它，让它重，半干半湿的话，太半干半湿的话，太半湿了不要等干，等干了以后就脱节了，反而不要干啊，不要干，像这边就有点融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啊。OK， 既然我们的水仙花，过年的时候都习惯种水仙花讨吉利，因为它有六片，所以叫做六合，它代表是平安啊，这个它平安吉祥就是水仙的意义。在中国画，不管齐白石、吴昌硕，特别特别喜欢画水仙花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，谢谢大家。